这小子是我家最没用的废物。他们现在已经达到灵武五重了。死的事儿是你能掺和的，滚！凭你的下三滥，正宗弟子，我叫去去去，别待着去。什么杂七杂八的货色都能放下？你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封定下生死局。上至尊，一个秘技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相帮了，就该挑他几人。今天我与楚风定下生死局，敢动我爹，我要你死！没人敢管的事，我来管。这小妮子是我的，你找死！我是谁？天下众生视我为修罗。